东北饺子、北大坊小吃，是不是烤鱼？哎，我发现一个特别合适的烤鱼套餐哦，咱们去吃烤鱼吧。吃那玩意儿干啥？咱家都有现成的。再说外面现在下雨呢，谁出去啊？那你自己做跟别人做的能一样吗？我媳妇儿，你告诉一五一二，你问问你姐来。那你给我做，我真服了啊！这一家他妈吃醋呀！来，看看这一大袋子够不够你吃？那别人那都是做好的呀，做好的。对啊，你上外边烤鱼店点一条烤鱼，得不得40分钟到一个小时给你上来？得呀，5分钟能不能等？能。来，青江鱼一条，菜包200克，底料包120克。我这配料还挺足的哦。这一条鱼至少够你2个人吃，加点配菜，3个人也没问题。加入一瓶矿泉水，6包搞里烤鱼，搞里头正正好好，水开直接加入配菜，自己喜欢吃什么你再往里下点，放上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。哎呦我，是不是烤鱼？是的，一不一样？一样。看这鱼肉厚是吧？哇，啊，真香！哇，看着也太香了。青江鱼就是这点好，就一根主刺，其余的一根毛刺没有，配上这个辣料，真的绝了。这个鱼就适合吃鱼不会煞刺的，吃鱼总卡的人。看这个鱼就这一根主刺，其他的一根刺都没有，而且最主要是这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，就是你吃的鱼感觉啥呢，就是有点不太像在吃鱼。这鱼有腥味，它一点味儿一点腥味没有。有没有吃烤鱼就爱吃鱼皮的，觉得鱼皮嘎嘎入味儿？我就是。最后只换来一场空，加点配菜，金针菇、海带、腐竹、豆芽的。来，再来一口配菜。它这个香辣味料煮出来真的嘎嘎香，你自己喜欢什么配菜你就往里下，煮出来的都嘎嘎入味。烤鱼配碗大米饭真绝了，你尝尝行不行？哇，这真的跟外面的味道差不多。这话，你这货好吃，这都能都来吃来吗？就这一条鱼能不能吃一顿？真能了。你这是在哪里买的？这确实不错哦。视频主页直接拍就完事儿了。